Morning, Sunday, May 8th. This is Tom Liang. Good morning. Stan Kwan. This is Mei Li. Mei Li. Pei Ling. 对不起, Pei Ling. And this is Daisy. And that's the fall. And this is the lake. 中文名字对啊，对，我外都觉得这个配音是什么？好，他就是他配音的。哎，Tom，拜托一下，拍我一下，你就拍好了，就一直。等一下，八点半要在。我们还在这边转吧。吃饭吗？我们就在这走一走，八点半回来。哎，这不是我们伙伴吗？昨天他没有讲那个小飞机怎么给啊？ 昨天他没讲那个小飞怎么给啊？小费没关系啊，到时候绝对没问题。不是啊，那个房间的那个 billboard 啊，那些。这里啊。This is where we stayed last night. 钓鱼台。Taking a walk in the morning. It's a breakfast table. Bill上一次拍的我们都没看，所以这次我们不带了，太忙了。我们也没带，我们也不带了。你不要看了，没关系，我来记录一下，我来记录一下。我站起来带这种东西干嘛？记录一下。我们也是啊，上一次带了，全部拍了也没看，都丢在。没事，你拍我一下吧。好，没有。没事，拍我都是没。还要拍他，还要拼拼的。讲一讲话。有明天是母亲节哈。OK，再讲。 你现在才敢？我跟你讲，现在recording。你讲，你说昨天小别胜新婚了。小别胜新婚。我的老婆真是非常的迷人啊。非常的迷人。非常温柔。快，赶紧。我们喜悦洋溢啊！我们什么？喜悦洋溢。我们喜悦洋溢。干嘛？导演在这里。Change money。 金草黄金在这边掉，哎，哇，这棵树很多年了哈。哎呦，哎，对，这棵树很，好漂亮哦。对啊，垂到地上了，你看。对对对，这么大的这个圣诞树。昨天它的正门还确实在那边。在那边啊。昨天是从旁边进来。还有一个牌楼一样的。Yeah。 我们现在已经是，所有的，啊，所有的，我们现金的呢？我要想给自己存一个，我要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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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来的。买我们才钱不大。像是现在的不太有点。金的好像后面不带一点，好吧？然后在想说，店长，不是，哦，您那个药现在就是帮您做的，真的。有一个现在有个古建筑是在那边南边，一会儿咱们我们会走到那边去吗？对的。已经开了，已经开了。小心后面有车。住的，这个叫做十八号楼，十八号楼，总统楼，给总统住的，总统楼，这总统，小王讲的啊，给我说，谢谢 ，Win Ray， 这个 Peter 冒牌 ，Peter 冒牌，冒牌，啊，来了，汽车，汽车，汽车。上一次可以拍照，不能进去啊。这十八号总统楼是吧？可以给 Peter。用普通照相机嘛。我喜欢你用普通照相机。OK， 好。不听话。就是讨厌，不喜欢这个东西。你要相光哦，没有相光，这样没有吧？背光要呀，哎，没有啊，没有啊，这个面桃花，不用知道，我去找他，我老公在那弄的，这种，耶，哎呀，有没有？其实是住的，那个没有一个是九唯一和这个，所以我们只有我们那个楼跟这个，一共有几个楼？就两个楼。就是这个院里面住的，我跟你讲，就算是那个村，也不会穷，就饥饿到这种程度。对，唯一的两个啊，你在讲我什么坏话？护城河，富人钓鱼台了。这湖非常非常深，这是汉白玉研究，哪边？这个是汉白玉，汉白玉的古桥。我们家的观音呀，我这个就像我一样，你看。然后他说这个是汉白玉 ，OK， 这是汉白玉，汉白玉，最古的老桥，这里汉白玉。我要照一个，来来，地上我们照。好，地上过去。啊，这个一样的，好，这五块钱，到了。真正的钓鱼台，对，这就是有现在距今有几百年历史的钓鱼台，这个就是钓鱼台。以前这个宾馆没有。Original 钓鱼台，金牛钓鱼台。以前就是因为对，它是一个 copy 吧。
以前的坏掉了啦，这个不是 original 啦，是原来的，是原来的。这个建筑是以前就是皇帝，就是那个皇帝旅行游行，就是那个就是休闲娱乐的，就是那个地方。然后呢，那你们咋？我以为他叫姐姐钓鱼的。啊，对，他是。他是来钓鱼的。对，他确实来钓鱼的，但是。怎么说呢？现在就是这我们这个院里嘛，对吧？李伟忠，你听到没有？都是你害的。跟你走啊。Johnny, say hello. Hi, hello everybody. Good. 哎呦，不要力，你小心点。哈哈哈哈哈哈。你们说的井盖最好都不要，小心你小心啊。清楚堂。台湾现在，哎呀，现在台湾大概就是这个钢琴价钱也好好卖。这叫什么亭？承启亭。承启亭，对，承启亭。你这个是腰痛的，对啊。这是你什么保证金呢？他现在要问哪里？他在哪里钓鱼啊？啊，陈其婷，欢迎来陈其婷。不对，那不对，对了，因为你那还会让你那里萎缩掉，你那个 muscle 嘿，那应该是把你的骨盘固定的话，你的 spine 就会直嘛，然后又会把 pressure release 到你的那个，就不会压到你，因为你一般会痛的地方就是有神经，你那里 muscle 比较 weak 嘛，那你这样你那个物理现象很紧吗？哦，这样现在不是空的，因为收你啊。对，现在要下去了。那这边以前是皇帝住的，行宫，这边是行宫，乾隆的行宫。用借给我用，我每天就拄拐杖。哎，那个吴先生他们今年九月份去哈，他们去合肥，他们去合肥去那个什么，那洛阳那边。玉米，他都不知道，你但是没吃过窝窝头啊。他没吃过窝窝头哎，你是不是北京人？你是安徽人？我是。那福建东北。他的东北人嘛，东北人应该。东北人也吃过窝头的嘛。哎呀，没有吃过。我愿意吃你到洛阳去了，我们请你吃窝窝头。他是长春啊，我们还差点去跑。他是东北，长春讲话就像这下次就常跟我们一起出来玩。对呀、啊，每年都跟你好玩，对不对？你一定要告诉我。什么办法可以防？好玩嘞、啊。很好玩。一定要照。这是大门是吧？这叫贝奥利棒。来，我来。钓鱼台。嘿嘿，小英，我帮你拍下来了。那一幕我帮你拍下来了。掉了。对不对？别人照顾你要不行了啊！别人照顾我。你也说你拍下来了刚才。哎呀，没有他不行啊！啊，没有，我想。哦，这个好，这个好。桥漂亮。这个好。那你有瀑布。对。瀑布是在那个咱们楼门口照比较好。这样照不远。没道理，问一些都是很稀罕的，但是
美国是这样的，美国就这么回事。那个就是为了师傅穿什么？我问你啊，美国啊，你只要是讲错话，讲三次他们一样的错话的话，就行了，真的啦，就行了。哎，你只要说第一次发现你讲错了，第二次都有错吗？有了，有了。啊 ，Hello， 谢谢，谢谢，谢谢。还有呢？啊，这样。